Hello，我是 Kai， 今天又来试玩一款游戏《Bleach 警戒魂之觉醒死神》，开始吧，开始游戏。那这游戏就是由日本公司 K-Lab 开发的吧 ？OK， 到底要怎么滑动？那我是不是要等一下？阻止蓝卵，只有你了。这个对话是自动的吗？可是是没有配音。我弄一弄这个键盘，现在可以了吧？点击攻击，消灭附近的敌人。哼哼，好像无双这样啊！立刻砍死他们。瞬步躲避敌人的那个技能，冲吗？哇，别的技能一下子出来了，这么多了，有多少招？三招。哇，那个数字这样高了，哎，打不死啊！哇，血量很高。那刚才我就是说，这个游戏是由 K-Lab， 就是日本公司，他们也是。制作悠游白书跟那个足球小将，只是这一款就评价好像是不好了，因为之前2016年就有一款也是死神，他们也是有做过一款 Bleach 的游戏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玩什么。这样快就打 Boss 吗？这样强的人物出招可以吗？怒气值满了，点击觉醒。啊，觉醒在上面。啊，打不死。哈，真的是一直点而已啊。而且他就伤不到我。来。动画的时候是不错的，只是一到这里就感觉。所以是有配音，而且还有这样弹幕。来看一下，这样看的时候建模还不错，打的时候就好像有点模糊。我这里要做什么？改名字吗？改一改吧。创建。所以要做什么？强力的波动。来我的物理做什么？橘色高中生，看到幽灵。你看得到我，这就是一开始的故事吧？到底是谁？我是死神，虚的恶灵干掉，感受不到家伙的气息，听不到声音，到底是什么动静？哥哥 ，OK， 这些家伙是什么？下力有危险。所以，哇，穿到空手打也可以啊！哇，这样躲，五连斩，十连击，来了！鱼骨低，低是什么意思？放下下力，住手！他的目标就是你，冲火来呀！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他直接拿动画的那个画面。我不叫死神，露琪亚。
，boss 有杠体，无法被悬空，就是不能将它打起来嘛。给了一半灵力，没想到全部被夺走，又是这样。死神，啊，竟然可以看到其他玩家了，不是吧？来看一下，我是不是要对话？这是我们爸爸，任务奖励，没人受伤。第一章代理死神，拿了吗 ？OK， 夏利，死神的事后处理，不然迟到了。墙上的大洞证明是事实，前往学校。意想不到的转校生，哇，自动寻路，这样的游戏都有啊。出门有点晚，有点来晚了，没事就好。任务完成，呵呵呵，嚯嚯嚯，啊，这样都好像全都是分身。转校生 ，OK， 跟我过来。到底要走到几时？走到学校，又有奖励，一直拿东西而已。随着挑战，了解游戏的剧情，点击挑战，死神的工作 ，OK。这应该是进入关卡。这真的是一个无双游戏，我没有讲错吧？蜘蛛须，Bleach 呢？其实以前是有看完了，不过剧情就忘记很多了。那时候都是前面 OK 的，就是。因为前段，相信如果看过了都知道了，精彩的一定是前面。星星领取啊，这三星的奖励，六星、九星都有。获得物品，再来，现在我能做什么？福利，哎，他叫我按下面还是装备，然后。这个穿啊，要穿完这样多。看一下这里是什么社交，有东西吗？50万预约达成，有碎片了、啊。这是什么？草鹿8000。再来自己有东西，成就，个人成长。登录的奖励，那些角色升级，就是拿到刚才那些单吧。角色啊，我们才是啊而已啊。主角不是应该要强一点吗？强化这个装备，强化10次。腰带特点，终于开了什么？哎，下面这里领取特点的平台，通过之后可以拿到这样的物品啊。那我试看最高清，看一下会怎样啊？有没有比较漂亮一点？看起来是比较仔细了。嗯，这里是看得出了，就是。没有说像刚才有一点模糊。现在我用着这位茶度，他有3个技能可以用。这角色不是要好像抽的吗？他也是说体验而已，我也不懂现在要抽卡要怎样。不过先来打一打 ，OK。觉醒。这里比较硬一点，这些打不死。
再向前，继续用招。觉醒了是永久了吗？我是看到我有一个金盾呢、啊，可是不知道是哎、欸、这么难 ，boss 飞来飞去的这 boss， 蝙蝠吗？来来来，再来，啊又有小怪，急迫什么鬼？啊，有点击退他那样，也是可以用啊，就是他这个是有限时间这样的。OK， 招募现在才可以抽卡吧？来看一下，高级招募、普通招募、单次，哇，这样的吗？哼，抽到了他，立刻就是这位了。然后我现在有一张，他叫我退出先。布阵，装这个茶都。这里是什么？香啊？属性香客有力敏剂。嗯，普通召唤单次。会拿到什么小怪吗？哦，碎片啊。然后我有票也是可以抽一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蝴蝶冲过去，再来，碎片也不知道要多少才能召唤一个呢。刚才是拿到那个队长。哎，还可以，应该不能了。然后这里免费中谁啊？哎，也是碎片，召唤一次。600怎么来的？哦，拿到这个是可以去商店买。如果再次8次就会出，必出什么？必出整个角色啊！可是怎样去买票？一定要用票啊！可以用这个买的，可是我看一下啊，只是买了3张，哼，3张都不够啊！这里要。你要有十张的话，啊，要多8次，我现在才能3次，不能了。哼哼，同一个角色真的是有分，你看 ，R 的主角 ，S2 的主角 ，Vankai 啊 ，VIP 制度，哼哼，你看，这个还是我有领了这个东西，变成你要充值。才能变成12345。嘉年华是什么？啊，又有这样的登录的东西了，怎么又第一天啊？什么鬼？奖励领取，每日的目标，总目标啊，最后是送这个剑疤，又有什么角色？品质，加一，所以它是怎样的？慢慢的强化突破，颜色变了，是这样的吗？我都不知道。现在是来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而且它功能就真的是要你一直玩下去才会慢慢的解锁。称号又是什么鬼啊？就是啊，装了就加一些属性嘛。再来单抽，有没有机会中？
哼，碎片。我最多也是真的只能买三个，一个要168，买吧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看到，就是完没有完整的一个角色，没有机会，啊，几率多少都不懂啊，哼哼，你看又是碎片。你要抽20多次才会必定有，就是啊，这个24次至少要30次，这是什么鬼呀？它真的是很多这些什么福利啊，要你一直按来按去，然后等级又点一点，勾玉宝箱可以拿什么？拿什么鬼？除非你玩到第二天，他才说明天送10连抽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嗯，第二天才有10连抽，第一天没有。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，喜欢的话欢迎点个赞，你也可以订阅频道，开启铃铛，追踪最新的影片。Bleach 警戒，魂之觉醒，死神。除了建模不错，其他的地方你看过都明白了。其实近年很多动漫改编游戏开没多久就收档了，想说这款也许会有点不同，结果也是这样。大家对这些动漫游戏又有什么想法呢？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